今天啊，小林玩具一属性大爆发，猜猜是什么一？拿捏社交密码的一人。先来开箱，这个冬天第一场雪，真的很精致很漂亮。快看这个雪花扣横向门锁，哇，这是谁家的城堡啊？哦，是艾莎家的，这联名谁看不迷糊啊？冰雪奇缘哎！还有，咱们一人的重头戏来了，小天才 Z9 手表，咱们先来开个机。最近我还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做手表精装修，那我还不得排一个冰雪奇缘配色的？可以选择各种主题，这个柔光舞动真的好梦幻啊！当然还可以自定义背景，选择一个我最爱的艾莎，再添加贴纸、电量显示盘、日期、时间，表盘设计完成。这样的设计和表带超搭配，完全就是穿搭的点睛之笔。最后我要验证一些小伙伴们教我的隐藏使用方法，我应该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。表盘画 C， 紧急呼叫，双指滑拉，截屏超快，居然是真的。还有我很期待的运动录像，待会就出门试试它的功能怎么样。那不能穿这身出去吧，换上这套运动服怎么样？跟我的艾莎手表也很搭哦。搭，还不错吧。出发。秒变运动相机，功能真不错。啊，对了，三连的话还可以得到小林玩具同款壁纸哦。拜拜。